他们依靠那个微信群进行交流，平常活动都在微信群里边发通知，群主主要就是在这个群里边发布通知之后，让群里边人然后是到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，然后是约好，然后是进行去飙车。噪音非常大，车速非常快，而且他这种非法飙车没有安全意识，对咱过往行人包括他们自身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。